小时候我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里面的刘备和关羽的感情就是兄弟情，让我很羡慕。虽然说我和朱云翔，我也不是刘备，他也不是关羽，但是有他这样一个兄弟，让我也感觉挺知足的。我觉得可能最多就是他是猴哥，我是八戒吧，一路上可能就一直在闯关刷题，到现在也十年了，一路上虽然说也会有些坎坷，最终还是挺好的，挺快乐的。成人怎么说？要什么专拼 ACP 忘了。互动的怎么说？互动的不会。那个输入呢？输入记不起来了。你这是怎么连当时都背不出来了？这是起码搞了几下，你题目起码看懂了呀。没事，等下我就多吃几个你妈做的饺子，然后再多背一会儿。当时感觉不太行，还是有点紧张。我辅导要你这么久，我认为我的辅导还是不错的。强子，我一定尽力考，要是考的还是不太行，你可千万别怪我。之前读了余华先生的那本《活着》，然后里面有一句话很触动我，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艰辛，也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快乐。虽然我以后的人生路可能没那么平坦，但我依然会努力地走下去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马上高考了，希望这回发挥好一点，可以陪强子一起走下去。